所以说看到这金桔啊，是安尼结了真高哦，这是一林镇一个公园所种的金桔啊。不过这目前介绍说是真低哦，这三地介绍每台斤是为这8块到10块之间不等哦。又讲即马这农药啊、肥料拢真贵，加上讲这请来工人也无容易哦，这对农民来讲算是了钱的呗。宜林地区是真适合来种植柑橘类，品质上的当公是相当好。亲像这位种植分地金桔啊，目前是进入生产期，一旦看到成熟的金桔啊，是结实累累。不过为着要避免上过熟来落果，农民是请工人来采收。但是即马三地介绍是相当的低，农民当公是了钱的卖。今仔介绍好吧？无讲介好咧。介绍阮咧是拢高工厂，拢十多块而已啦。啊，这样好。啊，都种着啊，做穑人无袂好嘛，爱做啊，无哪法度。啊，无个人一般人个讲，迄啥物迄卖冰个店咯，用这金桔柠檬，啊，但需求量真大，应该介绍真好啊。啊，需求量多，就拢三五斤啊咧摕啊，毋是讲迄落那个也有定时间啦，夏天比较好啦。哦，冬天就不好了。啊，你阮山地先生无法度讲，迄落是还要好几层的剥夺啊。对不、哦？对不？你这物件，咱农的农民就是可怜这点啦，啊，无法度啊！你做事，咱做事等于。金桔啊，伫管理顶块当公司真复杂，除了爱养肥，还个喷药防治以外，上个重要是必须爱有大量的人力。如今产地介绍真低，这对农民来讲已经是了钱。而且这寒天的金桔啊，使用量虽然真多，可能是市场需求量多，或者介绍来变低。即马干来当公司采收了后，卖偌济算偌济，个人希望每年介绍看看，搁再起关。中新闻小编蔡丽玲报道。